你疯了吗？看什么看？去去你们的！我跟你说了，我不同意。 我不同意你们的行动计划，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！汤主任，我希望你支持我的工作。我不会同意的。跟我出去说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给我点水。咋回事？完了完了，游戏出 bug 了，游戏班主任跟咱们老大发飙了。这搞什么呀？这是。 啊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这小唐教员长得那么漂亮，你说是不是让她去搞色戒了？傻狗！你别往心里去啊，好莱坞大片看多了。刚刚还说自己是党员呢，周总理说了。 说错了还不行吗？唠叨，少说句行不行？坐下来。想什么？啊？你说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现在心很乱，非常乱。现在是什么社会？ 打仗！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就因为那个女的。你别这么说，我不这么说，我怎么说呀？啊？我们俩在一起摸爬滚打1年，你的眼神从来都没有迷离。你搞对象，我支持。 可是你不要把自己搞得神魂颠倒的，何晨光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何晨光！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镇定锐利的你，而不是像一只丧家犬一样的游离。我气了！我们俩是战友，在战场上，我们是彼此的后辈。我不希望我为自己的后辈担心，你明白吗？ 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暂时把那个女的忘了吧。有什么话，等你有命回来再说吧。记住，我们是战士。我希望我们都能活着回来，都活着回来。 何晨光，你跟我出来！看什么看？想做体能啊？ 不能问，我也不该问。我们都是军人。你会恨我的。我不会。你真的会恨我的。我不会的。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无论你去执行什么样的任务，我都不会恨。我没那么狭隘。如果必须那样你才能完成任务，我只会把这当成是你的牺牲。你是军人，你属于军队，你不属于……不属于谁？不属于谁？我没资格说这样的话，你也不用跟我解释。对不起。 我走了，何晨光，这是我第一次抱你，也许也是最后一次。 对不起，不要再说对不起。你是军人，我也是。我会等你。 时间到。去吧，小心点。小张主任，你可以上车了。上。 知道他执行的是什么任务？报告，我不该知道。逃避。报告，我服从命令。